肯定不是变色龙。这是个蜥蜴吗？这也不是壁虎，他在歪头看我。感觉是个蜥蜴，让他再来张坏。逗我玩。哎，飞哪儿去了？我天天干穿着皮鞋爬山的这事儿，这边有个水帘洞，花果山水帘洞，福地洞穴，十个大字。这是龙宫，说是。